我送东西过来了。哎，这个是老古董，是老古董过来了。这是老古董吗？是不是又卖给我？是又卖给我过来是吧？是老人家，你坐一下，来来来。那你们坐一下，两块的这个有风水啊，坐一下，你坐一下，现在坐一下了，那你们坐了。那这个两块的，看你是高价，跟咱说是两块。这个老人家，这是什么时候的？大姐，这是什么时候的？啊？要烂了一点。这是什么时候的？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？这是老人家替你们走不留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听不到了。你的耳朵听不见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又卖给我？是又卖给我，但是他老人家的耳朵听不清了啊。他是意思是要卖给我，但是无法跟他沟通。我先看一下啊，我先看一下，好不好，阿姨？又卖给我，这是一地方又卖给我。这个很多窑坑，这是都是修出来的窑坑，就是这座也称之为窑巴，这是长直年的山西罐啊，这很不错啊，山西罐开门的老物件，这下面已经扎底了，而且还缺玻了啊，缺孔了，做一个放在家里面做一个装饰品还是挺不错的。我先看一下这一个，只是老人家只是说要卖给我，然后是总会留下来的要卖给我，因为他的耳朵不怎么好使啊。是你们家路款的，这个是，但是下面那个台子就烂了，这个台子，品相还稍微好一点。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方钮罐，开门的啊，爷爷的老货。这是下面尾款，这是东西都是手绘的，像这种发财啊，这是发开富贵啊，上面也有鸟语花香。东西给你看了嘞，哎呀，这个看了东西是老的，东西是可以，我收，我愿意买你的，这个大概要多少钱？要多少钱？你好多钱才卖？要多少钱才卖？这个要500-600块钱是不是？这个要600块钱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要500-600块钱。那因为我也无法跟你沟通，这里稍微有一点念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小念啊，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小念啊，像这个下面就缺坑了啊，这个我跟你这样子，因为东西不是很全品，不是全品，但有一些缺陷，我跟你400块钱行不行？可以吗？400不行，500行不行？500块钱可以吗？500块钱可以是吧？可以好，500块钱可以是吧？因为我跟你也无法讲沟通，只是说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全品了，稍微有点毛病啊。我给你500块钱，阿姨好不好？同意啊，是吧？那同意就交一下头，我就给500块钱给你了，同意吗？啊？等等是吧？他愿意给我500块钱啊。这里我就给他老人家500块钱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00。钱数好啊，是500吗？对。这个阿姨给我今天送了一个清代的山洗罐跟一个民国的花钮罐，他老人家的耳朵不怎么好使，但是我也请大家广大的粉丝朋友给我做个见证，东西不是全品，稍微有点毛病，我就500块钱给他俩借东西一起买下了啊，也没有说别的大东西毛病什么东西，不能挑剔老人家的，他给我送过来不原因，因为他的耳朵不怎么好使啊。好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喜欢芳姐节目的朋友可以点个赞。